在这边它给我 sin x 等于24/25，然后 x 是在0跟派本2之间，这一个呢其实是这一个 first quadrant 里面第一个里面，sin 呢是 opposite hypotenuse，所以是24/25，这边是7，7这一个它会变成25 square 减24 square，所以我的这一个的 sin x 呢是 so 24/25，然后我的 cos x 卡7/25。我的 tangent x over a 24/5这样，然后我的 y 呢，它是在派跟二派之间，然后派跟二派之间呢，其实是180度跟360度之间，然后它就是在这两个里面有可能，可是我这一边我知道 astc 我的 cos positive 的情况之下是在这一边，所以它其实是在 fourth quadrant，所以我的 y 是在 fourth quadrant，所以它的这一个是在 fourth quadrant 里面，然后87，然后 cos 卡 a 不 h，adjacent hypotenuse，所以是8，然后17，然后我们这一边呢，这一个啦，它是square root of 那一个17 square 减8 square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5，然后因为它是向下，所以它这边放减。然后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sin y 呢是 opposite hypotenuse 减15和17，然后我的 cos y 呢，它会变成8/17，然后我的 tangent y 呢会是等于 opposite adjacent 减15/8这样，OK，好，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cos x 加 y 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变成 cos x cos y 减 sin x sin y。所以它这个是 cos x cos y 减 sin x sin y，so cos x 是7/25，cos y 是8/17，然后 sin x 呢是24/25，sin y 是减17/17，这样按一下计算机就可以拿到答案了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真正做的啦，所以我在这边我的7乘8，然后这个25乘17，然后我在这边减，OK，24。乘 negative 15，然后这一个是25乘17，然后他拿到的答案会是416/425，OK，416/425，对，这个答案是416/425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它是 cosecant x 减 y，cosecant x 减 y 呢是 1/sin x 减 y，然后 1/sin x 减 y 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 sin x cos y 减 cos x sin y。然后 sin x cos x 这一些号码你都放进去里面，OK，它就会变成这一个东西。然后你这一个输入计算机，它出来的就是这一个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边是一，然后它的分母这一边呢，它是这个24乘8减，然后7乘 negative 15，然后它的分母这一边是25乘17，一样吗？OK，所以他拿到的答案会变成4/5/297，这个就对了，4/5/297，这边就正确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我的这一个 tangent x 减 y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tangent x 减 tangent y over 一加 tangent x tangent y，tangent x 减 tangent y 一加 tangent x tangent y，tangent x 是24/7，tangent y 是减15/8，放进去，然后你在计算机按这一个东西。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它答案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是什么24/7，然后再来减减就加，OK，然后15/8，然后它的分母这边是一加，OK，24乘 negative 15，然后7乘8，这样，OK。它的答案就会变成那个2.7/34，OK，这一个就，计算机，然后就可以拿到答案了，所以这一个就是这一个，然后 secant 2y 是1/cos 2y 的时候呢，它用1/2cos2y 减 1，OK，那个它直接用 cos 的那个方法，还没有用 sin 2减 cos 2，它有很多个功能了，我的那个 cos 2y 呢，它可以是。什么？sin square 没有，就 cos square y，然后减 sin square y，它也可以是2 cos square y 减1，
等于一减二 sin square y 都可以，然后可是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用这个二 cos square y 减一这一边，所以它的那个 cos square 它的 cos y 是8%，它放进去8%下去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拿到的就是这样，so 这一边一个，然后下面这一边是二乘以这一个是八倍。square 减一 ，OK， 然后我拿到的是减289，161这样，好，所以这一边就是这样，然后 sin y/2 这一个就是 half angle，half angle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要记得 half angle， 我们做 half angle 的时候，它有一招，它一定是从 cos， 你记这一点，它一定是从 cos 那个a 那边拿到的 ，OK。cos a 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可以是 cos square a 倍二减 sin square a 倍二，这个是我们没有用到的。然后它也可以是二 cos square a 倍二减一，它也可以一减二 sin square a 倍二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cos a。OK，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通过这个反过来，这个反过去。总之你一定是从这个 cos 二 a 这边下手的 ，cos a 这边下手的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二 sin square a 倍二等于一减 cos a， 所以我的 sin square a 倍二等于一减 cos a 倍二，然后过后呢，你的y 它其实是在这一边的，然后它除了二之后呢，假设它360除二它也是摆放，它就除二之后它一定是在那一个那个什么 third quadrant 那一边的，就给我想一下啊，这边除二 pi， 对，在 second quadrant 这一边的 pi 倍二跟 pi 之间 ，OK， 所以在这边它是直接 positive 的，所以我的这个 sin a 倍二呢，它是 positive square root， 然后它是 square root， 不是加减哦，它这边不可以放加减哦，它放加减是错的，这一个就错了，这一边它都错了，这个应该是。那个 positive 而已，为什么会是 positive 而已呢？因为我们的 y 呢是在 y 是在那个 pi 跟二 pi 之间，对吗？它这边告诉我 y 是在 pi 跟二 pi 之间，然后我的 y 倍二呢就会是在 pi 倍二跟 pi 之间 ，pi 倍二是90度 ，pi 是180度，所以它其实是在 second quadrant 这一边，在这一边。So 我们有 ASTC， so 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 sin y 倍二是 positive value， 所以这一个应该都是 positive， 然后一减 cos y 倍二， so 它这一个是sin a 倍二等于 square root 一减 cos a 倍二， OK， cos y 倍二， cos y 是8%，所以它这一边是一减8%倍二， OK，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应该是这样。square root， 然后一减，然后8%，然后它的下面这一边是什么 ？OK， 好，然后它就变成这一个东西，三 ，OK， 什么？那个参照书跟这一边的答案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因为在这一边它乘 square root 34，这个乘 square root 34，所以它是三 square root 34/34，OK， 它是 positive 的 ，OK。嗯。